何必哥，我考虑再三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前一阵子，是因为小杨哥追得太紧，我才想到要辞职，要搬到你家住。 其实那只是一种摆脱的方法，我不爱你。不可能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在骗我，你肯定是爱我的。我可以不要公司，可以不要金钱。可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你说实话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真的要我说实话？ 听，我凭什么爱你？凭你一无所有吗？我必须面对现实。我在马家脱光了阔气的时候，习惯了奢侈之欲。爱情不是海市蜃楼，它需要物质基础的。你现在什么都没有。 你能给我什么？跟着你，你只能给我伤心和贫穷，你什么都给不了我。可可，你是在骗我的对吧？你发誓，你说的不是真的。可可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本来就是个世俗的小女人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不能跟着你一辈子去。 以前，你还有产业，有家人，我们还能门当户对，我可能还能对你有些好感。可惜的一切都变了，都变了。我对你太失望了，可可，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。 在一起的这几天，因为我这场导火索，发生了这么惨烈的大爆炸，把何必的公司炸塌了，把我和何必的心也炸碎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哭了，你一哭啊，我也想哭了。许愿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想了。 我不能忍心看着爸爸把何必毁了，我也不能不为他的公司和他的前途着想。何必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一切的。多多，对不起啊，你的工作我……行了行了，你都这样子了，你就甭管我了。 我现在呀，也不愿意进入那个化妆品行业，卷入你们这个险恶的斗争。我相信，凭我的智商和智力啊，我是一定不会沿街乞讨的。别哭了啊！我已经把车卖了，下午全拿回来，把员工这个工资发了。何总，公司员工都很同情你，都说这个月工资他们不要了。
我的也不要了吗？不行，我谁的也不接，你的也不接，工资必须领。能坚持到最后，我已经很感谢你了。你客气了，何总，你叫我何总。何总已经是历史了，不，何总，雨过天晴，平安无事了。什么意思？马昊天撤销了对销售商的要求，并且恢复对咱们原材料的供应，还是成本价。 还让宋薇一张500万的支票，说是对咱们公司的赔偿。马昊天怎么又发慈悲了？哎，别收拾，给我圆圆。哦哦，对对，太好了。可可，是可可。可可真是深明大义啊！他为了救你而牺牲了爱情，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。我以前讨厌她，现在我敬重她。把支票还给马昊天。 我不要他的脸面，你以为这是马昊天的钱啊？这是可可的一片心，你可以不领马昊天的情。但是你不能不领可可的情吧？你成天说你恨马昊天，嚷嚷着要报仇，你凭什么报啊？你得有事业的基础，有雄厚的实力，你才能报仇啊！是啊，何总，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该为公司想想。公司有救了，员工的饭碗才有救啊！我永远失去可可了。 乔老板，好久不见了。刘先生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刘副总，他还是我的副总经理。好，那刘副总可真是左右逢源呀，怎么样，又和乔老板握手言和了？还是我们乔老板心胸宽广，不像有的人把我看成另类，容不下咱了。冤家宜解不宜结嘛。 我们这对老冤家是不是也该握手言和了？哎，乔老板此言差矣，我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做冤家。只要你做生意，公平交易，诚实守信，我倒是很愿意跟你合作呀。这边是一个综合楼，这边上面有一些办公楼、写字楼，下面有一些那个银行、超市啊，生活配套用的一些东西。您看一下咱们这里生活配套都非常齐全。对对对。 整个小区里面有多功能会所，里面有茶餐厅、健身房、高端美容啊，社区医疗诊所。二位先生，这是我们聚维集团盛夏绿色佳肴的宣传单页，您看一下。嗯，您看一下。<笑>乔总，这就是我在聚维集团时亲自印的广告宣传单。哎呀，陈一平。 过去总是抓我的小辫子，他也有今天。走，给他上点眼药去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媒体的朋友，请注意，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：我曾经是中国聚维集团房地产公司主管销售和宣传的副总经理。 这个胸牌可以作证。我要向大家透露。
出一个爆炸新闻，一项标榜诚实为本、信誉第一的本市著名的中国聚锤集团公司，其房产广告存在重大欺诈，会严重虚假宣传。在骗人呢，这是。喂，设计部吗？刘档案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没有证据，我敢当场揭发吗？既然你来者不善，那我们大家倒都想听听。大家请看，中国聚锤集团公司的广告宣传中，白纸黑字写着：盛夏家园由保龄球馆和游泳馆等公共设施建设，但据我所知，根本就没有这两项。刘档案，你信口雌黄，难道就不怕我告你诽谤吗？陈总，这话你不能这么说。这业内人士都知道，这么低的销售价位是绝对不可能投资建设保龄球馆和游泳馆的，知道吗？这绝对是诱骗消费者。这是中国聚锤集团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盛夏家园的施工图纸。这他根本就没有保龄球馆和游泳馆的施工项，怎么这样蒙人呢？这和骗子公司差不多嘛，还名牌企业呢，哎，不在这里上当了。别长着长这眼睛总是盯着别人，自己屁股上的屎还没擦干净。陈总，您不想解释一下吗？陈总，难道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？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这是商业对手的恶意栽赃。我陈一平向大家保证，凡是广告和模型上有的项目，未来建设的小区就一定会有。模型和广告一样是为了蒙骗大家的，施工图纸上没有，未来建成的小区里绝对不会有。刘档案，你怎么那么肯定啊？各位，我刘达安敢用我这颗向上人头担保，聚锤集团存在重大欺诈行为。真可惜啊，我取不了你的向上人头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个吃饭的家伙可就真的没了。因为你没有证据取我的人头。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甭说那么多，你他们根本无法重新修改设计图纸，完成变更报批手续，可以赶在今天的房展会上如期开盘。这么说吧，我搞了多年的房地产，也算是资深的业内人士吧。哎，我可以作证啊，一个小区整体建设方案的变更，那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工程，那是需要很长的时间。陈老板是欲盖弥彰，混淆视听吧？这只能说明陈老板的话是一个欺诈走向另一个欺诈。聚锤集团房地产公司的住房工程存在着一个陷阱又一个陷阱。啊，这是陷阱啊，我们买的房不得睡吗？陈一平，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可你得拿出证据让大家看看你的聚锤集团速度在哪儿。你如何让大家相信啊？你如何让大家相信聚锤集团公司没有虚假宣传？董事长，证据快到了。
证据到了。陈总，我到了。打开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大家请看，这是盛亚家园修改后的图纸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复。图纸上的保龄球馆及游泳场馆的位置与施工模型上的一模一样。刘副总经理，乔大老板，我们的广告绝无虚假成分，你们信了吗？各位来宾，各位媒体，我陈一平以中国聚煤集团董事长和法人代表的身份向大家郑重承诺，当我们的小区建成以后，如果大家发现我们承诺的配套设施没有兑现，我们将双倍赔偿。聚煤集团将始终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让老百姓买房放心，住房安心。好，对吧，你这个项上人头是给我留下还是想自个儿留着呢？如果你想自个儿留着的话，那么我奉劝少整点歪门邪道，多想点正经事儿。陈一平，怪我当初还不够狠，不然我在广告里再加上一项直升飞机停机坪，你改都改不过来。刘先生，就凭你这点脑子还想跟我斗？你就是整一个航空母舰的停建港，照样让你枉费心机，算你狠。多多，哎呀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呀？这么晚才来？是不是你那护花使者把你那300块钱还回来了，让我们消费你的甜蜜？哎，他用的还是那个原来的漫游号，肯定不是。我找到工作了，而且收入还挺不错的呢。真的？你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？我是被一家大型的网站录取的，而且还是网络编辑。怎么样？还行吧？是工作还行，还是本事还行？都行。不错不错，祝贺你。可可，我自己一个人找到了工作，你不高兴啊？没有啊，我的心情你应该很清楚。正是在这场爱情大战中，我知道你伤痕累累，所以呢，我才约你们出来散心啊。不就是跟何必吹了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聂婷同学的下属瓦西里曾经说过，牛奶会有的，面包会有的，老公也会有的。瓦西里是这么说的吗？哎，哥哥，几天不见了哈，大家都很想你的。我前天身体不好，今天还上班。不好意思，部长，我向你请假。没事儿，你呀向马总这里请假就行了。那有什么工作安排给我做的吗？这样吧，有什么工作的，让马总直接安排你。好，我还有事儿。喂。到办公室开灯。哦。马总，招有事啊？嗨，别马总马总叫我好不好？我们俩谁跟谁呀、啊？这个无谓。只要在办公区内，就是我的老公。好，好，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。可可，事情都过去了，我希望你好好上班，想干就干，不想干就玩。啊，不过有一条，你必须忘记何必，要不然你不会快乐的。谢谢马总关心，我会的。那就好，这是给你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有人送你鲜花，也是我的一番心意。我和爸爸说过了，即使我不和何必好，也不会喜欢你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机会来了。知道了，爸爸跟我说了，不能强迫你，所以我只能靠感情来渗透。做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
劝你还趁早，反正我会慢慢感动你的。玫瑰象征着爱情，又是你最喜欢的花，来拿着。我是喜欢玫瑰花，可是要看谁送的。再说了，办公室也没有适合的地方放这些花。那你放哪儿放哪儿啊？这个楼里谁敢说一个不字？来拿着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好。